最常见的四大技术，其中射门刀法刀剑有力，千手门轻法龙虎腰段被称为命中之客。正所谓古语有曰，我佛阳山一整个。现在这位小弟子为大家展示的是短小精悍的西游记少林护手双月。那么大家知道少林双月的结构纤细轻灵，发力干脆，他家就一块一块去上。